这多少灯？还要买灯吗？这么老些灯，多亏那天没让你买。啊？哎，拉倒，不上那么高了。不高不行，要不车辆都坏事。那我把鞋穿上，我先把锅里的菜盛出来的。上你上拽住呢。哎呀，我把子去吧，这虎是抄的。上了。别踩着灯，要把这灯拉这边。这灯上挂老爷心，全挂。一会儿买那递我，我那信，那个飞信递我，拿那边，拿那边那个，哎对，这咋现在就把电接上了？对，你不接上怎么亮不亮？行，那我钻他们害羞的钻呢。等会儿到我上你再递我。农家乐大排档开张了。这灯咋不亮啊？最亮的是。没亮。啊？没亮就没亮呗，那也得有两个坏的。去年那灯。把这点就缠到铁丝网上得了，别上高了。要不就缠树上。缠大树上去，缠一块儿好看，单崩就不好看。单崩它想不出来，就大树上绕几圈缠上就了。整那么高，搁下边缠几圈就好看。这个灯啊，密度大点好看，这样这一根那一根它就不好看了。
弄手。现在几度？现在零度啊，零下了。零下了，就缠着点得了，别整了，就缠着上吧。我进屋了，锅里烧的火呢。关那个得拉锁，那个啥缠盖得找着，找不着。我这灯怎么这么坏？他妈的！你说什么？就是控制空调那个开关墙上那个没有电了，要充电。我没找着。哦，我整有，我整。我正好咱走完了，把它充上，回来就充好了。我整。搁这儿挂来一串了，还正好到头啊！正好到房头啊！捞山撞木点走，都准，他俩都准备好了。帽戴上怎么样？嗯，上车吧，怎么样？上车不用，我们啊，没装完，那先进屋吧，冷。你俩先在屋，麦克，子明也先进屋，你们叔叔装完木头的，装木头再。用不上十分钟，就几根木头。嗯、到到到到到到到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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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上水泡里踩上。踩水泡那干啥？我们脚底泥。一个网友往后边掉木头，后边没事。一个客户要这木头装饰哈，做装饰。你穿个棉袄子，穿坎肩，我给你拿个坎肩。好了，走吧。属于这什么餐馆？这你看餐馆这字儿都不是英文的。不知道，麦克认识吧？那餐馆字儿。没有，看不清。啊、哦，没戴眼镜。不是，低不下头。嗯，好，没事，我看。
太漂亮，跟宫殿一样。有人呢，前面有俩人。这都是发发手几万几百万的。对。